大家好，欢迎收睇今集嘅真系好科学。我哋今日会讲嘅嘢咧，就系大家成日会饮，但系咧有好多问题咧，唔知点样解答嘅饮品，咁啊就系咖啡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咖啡 free can by 啊，咁即系话咧会有 physics 啦、can 啦同埋 by 我人咧同我哋拆解关于咖啡嘅问题嘅。咁我不如就介绍咗我啲拍档先啦。咁喺我嘅右手边呢位就系 Karen 啦，大家都好认识嘅。咁咧佢就话自己系一个咧被呢个科学耽误咗嘅咖啡师嚟嘅。咁咧我远少少嗰边啦，就係最左手邊啦，就係余海峰 David 啦。咁佢話佢係路過飲咖啡嘅人嚟嘅。咁咧而近我呢邊咧就係 Kelvin 啦。咁佢話佢係深度咖啡中毒嘅人嚟嘅。咁而我本人咧應該就係冇咗咖啡會死嘅人嚟噶啦。咁咧一講起咖啡啦，咁今日會同大家講一啲唔同嘅咖啡嘅話題啦。譬如大家點解飲咗咖啡會醒啊？點解咖啡會上癮啊？各種各樣加工咖啡嘅方法啊，同埋有啲都市傳說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就會慢慢同大家講嘅。咁一講起咖啡，第一件事我就是想问大家，其实你们人生的第一杯咖啡其实是几时喝的呢？有没有印象？最记得一定是应付 A-level 的时候，要整日温书捱奸抵夜的时候，就自然走去超级市场买咖啡喝。你是喝罐装那只还是冲粉那只？还是你已经很早识得？太久我真的不记得都应该是起码就会有些即冲啊，或者是罐装那些咯，容易一点 access。 是啊，以前几蚊罐做学生。是啊，是啊，其实我也是，我是 short level 的时候。我不記得我中學有沒有喝過，我只記得大學的時候就一定有喝過。中學開始喝的，但是你說問我的話，我會再細分一點。喂，你是問緊咖啡啊，還是咖啡因飲品？有什麼咖啡因飲品呢？茶咯。茶好細個跟爸爸媽媽去茶樓，咁就又跟住飲茶。你會唔會話大家話有啲人話咧飲咗茶咧夜晚會瞓唔著嘅？大家會唔會咁？我冇啲咁嘅嘢嘅。哦，好得意喎！嗰陣時係話我飲茶可以喎，跟住如果我去茶餐廳想嗌杯咖啡咧，阿媽就會阻止我啦。細路仔唔會飲咖啡，細路仔飲咖啡會瞓唔著嘅，會發啲癲嘅所謂嘅。喂，咁你話咖啡茶之外，其實汽水好多時候都會俾人加咗啲咖啡因嘅啦，不經不覺。咁其實又好似冇咁大嘅 restriction 喎。如果你話俾唔俾飲某樣飲品嚇啲小朋友，點解唔俾咧？其實我又唔記得，我純粹係因為自己唔中意飲咖啡啊！細個嗰時候，其實而家做即係而家做阿爸阿媽就好驚一樣嘢嘅，細路仔瞓唔著，係啦，一飲完咖啡咧，就通常都會精神一陣瞓唔著咧，夜晚就唔肯瞓啦，喺廳嗰度玩啦，係啦，打機啦，咁阿爸阿媽可能細個驚呢樣嘢咧，所以日第一杯咖啡嘅話，翻翻嚟呢個問題啦，直至中學。我食晏嘅時候可以自己去點餐茶，跟住就飲咗第一杯咖啡，又真係犀利啲嘅，就比起茶係啊，就好有型啊嘛，因為係啦，我就係覺得好有型，但係都係仲係著住件校服嘅一隻中學雞嘅啫。我成日覺得對我嚟講冇乜用喎，啲茶咖啡嗰啲咧，飲完都係照瞓嘅，唔知咪太難瞓。係你生理嘅呢個 mechanism 嘅問題。係，我真係聽過人咧，通常為我頭先我都講咗為咗提神先飲咖啡嘅嘛，但係我真係聽人親口講過。飲完咖啡是會即刻白瞓得著覺嘅喎，其實個腦發生咩事咧？咁犀利，係咯，咁不如就請可唔可以請大家介紹一下點解飲咖啡係會提神嘅咧？但係如果咖啡或者係咖啡因飲品提神，個關鍵就會在於嗰個咖啡因啦。咁其實咖啡因係一種即係好耐歷史入邊都有好多嘅故事啊，關於係佢係攞嚟做提神啦，係啦，咁啊，即係以前我哋一些人如果要討論咧，即係可能翻到去即係十六世紀嘅時候啊，咁啊即係歐洲嘅人開始飲咖啡，跟住佢就發覺，有一啲嘅地方，如果大家要討論啲好正經嘅話題嘅時候咧，就需要一杯咖啡啦。咁呢一個提神嘅機制係咩咧？咁啊我係東方有茶，佢哋又有咖啡，咁就係入邊呢一個。我想問係東方嘅茶嘅咖啡因嘅含量多啲啊，定係平時飲嗰啲咖啡多啲？其實真係睇品種嘅啫喎，講真的，即係例如話綠茶，你其實你睇落去佢唔係太過犀利嘅，但係原來佢嗰個咖啡因含量都幾係嘅喎。如果你淨係講翻茶嘅話，應該係越 ferment 得多嘅話咧，即係例如啲茶越深色咧，反而個咖啡因相對會少翻啲。因為其實係個發酵過程係會整走咗少少嘅咖啡因。即係我以為越深色係越勁。調翻轉，其實咖啡豆都係你越深烘焙嘅話，其實佢嘅咖啡因相對都會
低過淺度烘焙的咖啡豆。哦，長知識點？係咯，呢個一間我再講啦。咁我翻翻去咖啡因啦，係講翻個腦啦。咁咖啡因其實你飲咗落去之後咧，主要係add on你大腦嘅。咁其實佢係一個我哋叫做 adrenaline 嘅 receptor， 即係我哋神經上面咧有一啲叫做嘅腺苷嘅一啲受體。咁佢咧，腺苷係 adrenaline 嘅中文名。係啦 ，adrenaline 中文名。咁其實咧，腺苷呢一個咁嘅 molecule 係發係點解會喺我哋身體度有咧？因為我哋由瞓醒、清醒到身體運作嘅時候，我哋細胞不斷咁樣製造能量。咁可能我哋之前都聽過細胞能量嘅 ATP 呢樣嘢啦。咁佢喺消耗呢能量嘅時候咧，佢其實都會一路累積呢個 ADP 嘅 A adrenaline 就係呢個腺苷。咁其實好似有 counter 咁樣，即係你一瞓醒嘅一個 counter。當佢一路累積上去咧，佢就會黐住喺你腦入邊嘅神經個末梢個受體嗰度，令到你嘅神經信息減慢。咁但係如果你咖啡咧，佢嗰個 structure 咧就同呢個 adrenaline 咧就好似嘅，佢就會同呢個 adrenaline 去爭嗰個神經受體，咁所以咧佢就將呢個 adrenaline 減慢神經系統運作嘅效果咧，就即係點講，削弱咗啦。咁係咪可以話你用得越多嘅能量，因為 ATP 就係一個我哋各種生物都用嘅能量單位啦，咁、那個 A 三個 phosphate， 佢越用得多能量，就剩翻可能呢個 package 就會剩翻多啲。咁、那個包裝紙越多，你嘅身體就想你休息。係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啲一路積聚嘅時候咧，其實你唔係淨係咖啡係可以 cut 呢樣嘢嘅。最簡單嘅就係瞓覺啦，瞓覺呢一啲就可以 reset 咗噶啦。係啦，咁啊，另外例如話即係朝頭早可能我都有個習慣嘅飲咖啡。如果大家有冇試過飲咖啡有種感覺咧，就係、飲完咖啡之後咧，突然間個人清醒咗啦，同埋個人開心咗。你開心咗就未必，但突然間有一嘢好似上咗腦咁樣醒一醒咯。哇！你嗰下應該係拍得一個好勁嘅高濃度咖啡，就會有一下砰一聲嘅。係咯，因為呢個可能我哋一陣間可以講唔同 form 嘅咖啡，可以再講。我係飲某隻牌子的即溶咖啡才有這個效果，這個可能是第一個。我純粹是早要上癮，要一定要喝，覺得要喝咖啡的味道，喝完才開心。其實為什麼呢？上癮是不是真的呢？上癮是真的，是真的。即是上癮了那個醒的感覺，還是其實是個 chemical 來的，我們已經是依賴了腦那個 chemical 的刺激咯。其實呢這個 adrenaline receptor 除了是影響到你清不清醒這件事，另外一樣呢就是它會 trigger 了一個叫多巴胺，可能大家都聽過一種神經遞質，是去主管一個快樂的訊息，開心甚至乎是記憶的。是即是例如說有一些事情令你覺得開心的，其實你都會特別容易記住它啦。咁呢一個咁樣嘅神經遞質咧，就係一個叫 rewarding 嘅system 嘅。咁所以點解我頭先啱啱想提嘅一樣嘢就係、喂，你飲咗咖啡嘅時候，個諗法都突然間積極咗。所以點解啲人中意朝頭早飲咖啡？我記得嗰種味道咧，朝頭早飲完之後覺得啊，開心啲一天啊。係啦，一定會安樂咗咯，飲完杯咖啡。係啊係啊係啊，我係嗰啲係翻工好開心嗰啲人。就係有杯咖啡啦，因為我好中意翻工噶嘛。係啊，如果係咁，又覺得真係幾得意喎。但係變咗會唔會其實咁樣搞法嘅話，即係話咖啡其實同我哋其他成癮嘅嘢個機制會似嘅，因為譬如我哋其他集數都有提過，譬如可能係藥物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啲毒品啦，其實都係塌著咗多巴胺嘅機制。甚至我哋有集數講過話，點解我哋覺得啲小朋友咁可愛，或者覺得啲貓貓咁得意，其實都係因為同佢哋 interact 嘅時候又塌著咗嗰個機制。咁其實我哋個腦都幾容易呃㗎喎。其實係啊，因為到而家為止咧，大家都喺度爭論緊咧，咖啡呢樣嘢咧應唔應該，或者咖啡成癮呢樣嘢咧係咪一種病嚟？係啦，即係就同好似一啲毒品成癮，因為你話塌著多巴胺嘅，咁其實 amphetamine、amphetamine 都係塌著多巴胺，咁呢個一個極端啲嘅例子啦，係amphetamine、amphetamine 冇搞錯先，而家擺明咖啡因咧就係全個地球最普遍仲係合法地使用嘅興奮劑啊！你千祈唔好同嗰啲即係咁偏激，真係毒品嘅撈埋嚟講。係啦，嗰啲係一個最極端嘅例子，因為其實有唔同嘅就係因為佢會可能會永久改變一啲腦部嘅信息啦，咁同埋一啲所謂嘅毒品啦，係好難搣得甩嘅。但係咖啡，如果你要搣甩咖啡因，有人真係做過實驗嘅，五日得㗎啦。你仲要唔需要一次過咳嘅喎？即係點啊？即係五日唔飲咖啡？五日你係慢慢將個咖啡減低嗰個份量，其實呢個腦係好快習慣嘅。三杯變兩杯，兩杯變一杯咁樣飲。係啊係啊，咁其實你可以搣得甩㗎，即係所謂搣唔甩咖啡嘅，咁你亦都唔會好似嗰啲即係精神科藥品咁樣有啲好嚴重嘅禁斷症狀，最多係有少少囉囉攣啊。
個人又好似冇咁積極啊，咁對個生活影響又未至於太大。係咯，有時唔得閒咧，費事去買或者費事整咧，咁咪是但都唔飲咯。即係冇乜嘢嘅。純粹係覺得啊，有種嗰種味道都想飲嘅，但係又唔會話特別一定要去買嗰杯咖啡嚟飲先至可以頂到個人，又唔會咁樣咯。咁即係話上癮或者你一種對呢個物質嘅依賴，其實如果你話真係干擾緊個腦，就係一個係 chemical 上嘅依賴啦。但如果你話即係攞攞攣，可能只係心理上嗰種依賴嚟。係，即係可能係打機，我好想打機咁樣，但係又唔得閒打機咁樣。係啦，咁樣唔打都唔緊要嘅。心癮再加埋嗰個腦部物質咯，咁其實兩樣嘢都有少少互相影響嘅。明白。但我有個問題想問啊，就係咧咖啡咧，我哋就係咁樣，我哋就係咁樣一杯杯咁喺度嘆咖啡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中意溝喎，即係譬如有啲 energy drinks 嗰啲都係好多咖啡因噶嘛。咁我聽講有啲人咧係中意用酒同埋咖啡。嘅咖啡因嘅 containing compound 咁樣撈埋一齊飲啊，其實如果咁樣嘅話，會有咩問題咧？而家我聽過一個飲品叫咩 Irish Coffee 喎，係咪？我呢個就係通常食完啲好浪漫嘅西餐之後，即係 dessert time 就問你想飲乜。咁如果想飲咖啡，有陣時又想醉醉地咁啊，嗌杯 Irish Coffee 又暖粒粒咁，幾開心啊！係。其實係咩嚟嘅咧？嗰、那個咁其實咪就係有杯飲品，佢係裏邊有咖啡因，但係與此同時佢又會可能令到你會眼瞓嘅酒精咯。咁其實你係想知道究竟去到個腦嗰度，究竟我係會瞓著覺先，定係會好清醒先？有冇得分嘅咧？其實佢哋兩種都即係例如話，我單係抽出去alcohol， 抽出 alcohol 同埋咖啡因呢兩樣嘢。去擺埋喺同一個人嘅身體入邊咧，佢哋個 activate， 即係佢哋會激活嗰個 adenosine 頭先個腺苷受體個，或者佢哋兩樣嘢都係去腺苷受體嗰度產生作用嘅。你記唔記得如果你飲酒飲到咁上下，係咪都會眼瞓咧？其實飲酒會刺激 adenosine 嘅分泌嘅，即係就模擬咗你突然間嗰一日過咗好耐，跟住就啲 adenosine 積聚到咁上下啦，跟住會令到你眼瞓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加埋咖啡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將嗰個腺苷嘅作用咧稍稍為減低，即係你飲完酒都唔會眼瞓。咁但係當然酒精嘅其他作用都依然會係繼續啦。但係另一方面，有啲人咧，如果話飲咖啡，可能佢有少少敏感嘅，即係飲咖啡會特別容易啲手震啊、心跳加速啊。調翻轉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又會可以用酒精去撳翻低少少佢對嗰、那個受體overactive 嘅。即係兩樣抗衡嘅喺度。係啦，兩樣係 competition 嚟㗎嘛？你喺嗰個 molecular world 嗰度，你對嗰個 receptor 究竟邊個黐落去先？其實鬥多咯。係啦。我出腺苷，跟住佢啊出咖啡因，大家鬥過咯，係啊，酒精同埋。係咁，我哋咧今次講咗好多關於咖啡因嘅故事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再講啲關於咖啡嘅嘢。歡迎大家嚟到第二節嘅咖啡 free can buy 啊！咁我哋上一節咧就由一開始由咖啡開始講起啦，跟住就講到呢個咖啡因啦，然之後又講到呢一個嘅咖啡因飲品溝呢個酒精喎，咁咧頭先咧就 Kevin 喺我哋嘅節目嘅呢個休息時間嘅時候咧，就特別提出係有樣嘢要補充嘅，咁啊交俾你啦。係啊，呢度要講翻先，頭先啱啱講起呢個話題嘅原因係因為有人用呢個做法，就係將呢個能量飲品有重咖啡因嘅能量飲品溝埋酒精飲咧，咁頭先又講話係可以降低咗嗰個酒精對身體嘅影響啦，但其實呢一個係危險嘅。因為它會騙了你，令到你不知道自己是喝醉到頂，那你就會繼續去喝酒，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會提高了這個酒精中毒的危險，所以其實這樣是不太過建議的，即當然小酌是沒什麼問題啦。明白，其實我都聽過有一些個案都講過話，有一些人咧就係因為如果飲得太多，佢就會冧啦，醉酒佬。但係如果你俾翻個 caffeine 佢咧，佢就變成一個好有 energy 嘅醉酒佬啊！咁所以咧變咗對佢自己啦，對佢身邊嘅人啦，其實都幾危險嘅。不過我哋講翻轉頭啊，其實咖啡因就唔係一件即係咁負面嘅嘢嚟噶嘛。咁我想問個問題啊，就係、是一開始啊，自然界點解會有咖啡因呢樣嘢嘅咧？即係佢唔係諗住一開始就製造出嚟，我哋人類好自我中心咁覺得係為我哋而製造，等我哋好開心咁，應該唔會係咁噶。即係其實自然界喺咩地方會有咖啡因，同埋點解會咁嘅咧？其實即係如果我嗱，以我所知啦，就係、是、即係植物咁，你咖啡嘅成棵植物咧，其實都有咖啡因，果實只不過其中一 part 啫。佢樹葉又有，
嗰、那個勁又有，每一 part 都有。咁其實到而家今時今日為止咧，科學家都仲未有一個結論，其實咖啡因係攞嚟做乜嘅喺棵植物入邊，冇人知道。咁啊零零星星有啲唔同嘅實驗做過啊，例如話佢葉嗰度嘅咖啡因係有一種驅蟲作用嘅。我哋可唔可以用葉嚟到沖咖啡㗎？其實它裏面也有咖啡因嘅，當茶針。係咯，咁樣茶葉咪就係茶葉咪咁茶沖出嚟係嘛？加都係咁嘅原理。炒茶葉噶嘛，茶葉咪就係有咖啡因咯。咁點解我哋要咖啡豆？因為個咖啡豆裏面有最高濃度嘅咖啡因啊嘛，你唔會走去即係揾啲冇咁高濃度嘅位置去浸嘢出嚟。同埋香味咯，因為其實你話睇翻佢嗰個咖啡嗰個 molecule 嘅本質咧，佢唔係代謝物，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植物唔可以攞佢嚟做食物啊。係啦，咁係個原因不明嘅一樣嘢喺嗰個植物入邊。咁最近都有人出過一篇文章，係喺動物嗰度做一啲嘅實驗咧，就係蜜蜂。係啦，咁呢個實驗就某程度上可能解答咗點解佢哋會做咖啡因出嚟啦植物。咁我發覺蜜蜂咧攝取咗有咖啡因嘅蜂蜜之後咧，佢係會記得翻嗰棵植物係喺邊度嘅。佢會再翻轉頭翻去再受訓，咁其實你都可能會聽過喺人類度咖啡都可以提升嗰個注意力啦、記憶力啦、記憶力啦。咁都有人做過實驗，就係話係喺一啲志願者嗰度啦。咁因為飲完咖啡之後咧，做個 brain scan 係啦。咁佢究竟飲咗咖啡之後邊一部分佢哋會係激活咗咧？咁、那個就係個大腦皮層底部同埋從嗰睇中間嗰段嘅。腦細胞，咁嗰個區域係攞嚟做啲乜嘢嘢咧？係負責一個我哋叫做話 working memory 嘅東西，係啦。咁即係例如話啲咩咧？一啲短期嘅記憶，但係同工作有關嘅。舉個例，我同你講話，我要落單，咁啊A 餐 B 餐凍檸茶咁樣，咁你要記得低，跟住翻到去打翻去啊嘛。打翻入個機嗰度啊嘛。呢段短時間去記一啲好複雜嘅嘢，但係你唔會裝得耐嘅。但係你就可以記得住同埋記得啱，呢一個就係嗰個 memory 咯。咁我發覺原來咖啡係可以增強呢一部分嘅工作能力嘅。咁真係好啱咧！我哋嗰啲 deadline fighter 考試之前開夜車煲一煲咁樣，真係好掂嘅喎。明白。但係我想問問題嘅就係咧，譬如人腦咁複雜，咁頭先有講過有咁多係 adenosine receptor 咁嗰啲影響到我哋嘅腦嘅 activity， 咁好合理啊。但係蜜蜂喎，好細粒嘅啫喎。咁佢即係點解佢其實係咪即係話呢一個咖啡因 hijack 到唔同生物嘅機制，其實係一件好原始或者演化上好早期嘅嘢嚟嘅？都係嘅。咁但係其實就算係蜜蜂呢啲昆蟲呢啲生物，咁其實佢嘅運作都係靠呢個神經啊、肌肉控制啊呢啲。咁所以其實咖啡因對佢哋嘅刺激，或者係對人類嘅刺激咧，其實都應該係相若嘅。我覺得。明白。咁花嗰啲蜂蜜就係啊。咁頭先提過啲咩葉啊、坑啊、根啊嗰啲有冇作用？因為嗰啲濃度太高咯，可能啲昆蟲係唔多中意嘅。咁但係佢哋唔中意，咁咪有另一個好處咯。咁佢即唔會俾啲蟲去蛀食啊咁樣，因為呢啲佢有咖啡因喺入邊。係，我都睇過少少嗰啲所謂植物，即係其實大自然界都有唔少植物會識得做呢、這、一個咖啡因啦。咁就係、是、都係睇翻啲 theory， 就係話啲昆蟲如果食到呢啲嘢咧，係有麻痹嘅作用嘅。咁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嘅驅蟲個機制咯，喺自然界。咁所以應該都係同啲神經嗰啲吸收啊、接收啊嗰啲有關㗎啦。咁如果係咁講嘅話，係咪真係話咖啡豆係唔會生蟲嘅？我純粹問一下啫，真係冇見過。但我成日一個問題，即係我啲物理腦乜都唔識，我係想知道。你嚟飲咖啡啊嘛？我記得係聽過嘅啫。咁個咖啡因喺個植物入邊係一開始係點樣嚟啊？即係個植物合成啊，定係佢喺大自然界嗰度抽取出嚟，定係點樣嘅咧？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咖啡因嘅 molecule 存在？如果咁講嘅話，佢唔係一個可以被 break down 嘅代謝物咁先算啦，即係話佢唔會喺其他地方嗰度咁容易吸收到啦，即係話唔係人哋做咗出嚟俾佢吸收啦，即係我覺得咁。同埋如果佢自己製造其實係合理啲嘅，因為如果佢自己製造咗出嚟之後啦，咁佢去 allocate 佢身體唔同嘅部分咧，咁而令到佢唔同嘅部分有唔同嘅可能同咖啡因嘅分布嘅密度啊等等，我覺得咁樣係由他們主動去做呢，就比較合理過他們在外面吸收。因為我自己覺得，即是個人意見，如果你在外面吸收的話，即其他地方都會有。那為什麼我們整這一批？那個source是應該是自己合成的，那個source應該知道的是一批化學反應來的，是的，但是就是我們不熟悉，或者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咖啡的那個structure。是的，這個就是所謂咖啡因的那個
molecular structure 啦。使唔使解釋一下啲顏色啊？啊，又考下余海峰啦，物理人咯。估啊，係啊。誒，黑色就碳啦。碳。哎呀，我就係一定知黑色係碳。咁白色係咩咧？白色，白色係氫。氫冇錯啦。咁紅色咧？紅色就喺個盡頭，通常都係嗰啲氧嗰啲啊。都識啲嘅喎。咁藍色咧？見到有個五角形、六角形呢啲咧都。都是那幾個的，一是 group 4，一是 group 5的，是吧？你不要說到那麼複雜，其實呢，藍色 N 來的，藍色是 N， 是氮來的。氮。咖啡因其實歸類呢，就是一個叫做生物鹼的東西，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一個統稱，生物鹼其實個含義就是說這些的有機化合物呢，在大自然界呢，它會含有起碼一粒的鹼性的氮原子 ，that's it 噶啦。咁呢個生物鹼咧，好多時咧會 alkali 啦，咁係會俾到一啲苦味嘅感覺我哋。咁所以咧，頭先一開始啦 ，Helen 係咁問咧，究竟咖啡因係有害啊定有益咧？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追溯翻嗰個我哋人類嗰個味覺嘅發展啊，甚至乎就係一個演化過程。究竟點解我哋要接收苦味呢個信息？就係其實好多時咧喺大自然界，因為有好多啲生物鹼咧，其實係有毒嘅。咁樣，所以我哋要知道啲食咗啲乜嘢，或者有啲咩飲品係會可能有啲類似生物鹼嘅苦味，其實我哋係需要去，可能係要 avoid 佢。咁但係有趣地咧，這個有少少苦味嘅咖啡因咧，暫時咧我哋都見到好多 research 係話係有益，當然都會有害啦，過多咁。但我哋係一路咁發現緊好多咖啡因嘅對身體健康嘅益處咁樣。其實同任何藥品一樣，你吃到某個劑量有害的，例如說一杯咖啡這樣，它的咖啡因的含量大概是70至100度，如果沒有記錯，那個單位是 mg， 是啦，那個叫做毫微克，微克是微克，每一杯普通咖啡是是啦，每一杯即是這麼大杯，應該是一個 stand，100ml 的一個 filter 的咖啡。所以例如要去到致命的劑量，其實是沒什麼可能的，因為你要去到 10g 的，還要是短時間內一桶這樣就才是100杯，100杯就要用多一點，短時間內，所以這個人喝什麼都死了，應該你只是水都死了，短時間內這樣的通用一點的所謂一個指引都說就是叫人不要喝多過4-5杯的每一天，又要看看你究竟喝那杯是多大杯，還有你究竟是喝一個幾濃的咖啡，即是你說 espresso 又會相對濃過就喝個滴漏咖啡。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呢？除了味道之外，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由咖啡豆開始講起呢？都可以，台面其實就是有一些青色的咖啡豆的，Helen可以麻煩你看看，這裡就有了。大家看到一個所謂生的咖啡豆，其實它是青色的，那些顏色是哪裡來的呢？有一樣東西叫做綠原酸，綠原酸其實也是給到咖啡豆苦味的主要來源來的。我先 rewind 先，咖啡豆是果實，它是果實裡面的粒種子來的，是所以就果實撕出來會曬，跟住就會整走個果肉，再在這裡就曬，跟住就會有些烘焙啊那些工序，但係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最初呢，即係乾生曬完都是一個生的，都是綠色的，就嚟自個綠原酸啦。咁係咯，咁如果你話想知道那個啡色好靚啊，俾到香味嗰個烘焙過程咧，其實咧我準備咗一條片咧，就拍咗喺屋企拍嘅，就準備咗俾大家睇。咁係一個 time lapse 嘅過程嚇。咁啊見到就係我哋用屋企個多士爐啦。你專登揾個萬字夾晾起。係啊，我係特登撬咗幾個萬字夾，就箍住嗰五粒嘅咖啡豆。我哋要留意啲乜嘢而家？就係個轉色嘅過程啦。因為個多士爐呢度就應該 set 咗去180度左緊嘅。咁佢去到嗰個位咧，其實就有一啲例如梅辣係啦，梅辣反應啊，或者係嗰啲嘅焦糖化反應啊，就會俾到呢啲咁樣嘅類黑色素嘅顏色出嚟咯。開始變黑啦。係啦，條片應該大概都完咗㗎啦。咁其實幾耐其實呢個係？其實幾分鐘嘅，因為你其實佢由綠色嘅豆轉做啡色嘅豆，其實好多因素啦，就係你烘幾耐，第二就係嗰個温度咯。咁頭先會見到有一粒咧就跌咗嘅，咁其實發生咩事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嗰個青色嘅豆最多係細粒啲嘅，咁我就有個萬字夾翹住佢㗎嘛。咁其實佢烘嘅時候，佢會慢慢會漲一少少，熱漲冷縮啦，係咁佢爆開咁樣跌咗咯，跌開咗咁樣咯。
咁可唔可以話由咖啡豆開始？第一個步驟，我哋想飲咖啡嘅就要去烘焙嗰個咖啡。炒豆啦，所謂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喺其實香港都好多一啲大大小小嘅咖啡店啊，或者專係做咖啡批發，你都見到佢哋係不斷咁炒住啲豆，咁你就會聽到聲啦。另外就會係聞到個香味啦。咁所以呢個首先咧就講多次啦，呢個青豆咧。它除了得苦味之外咧，係冇香味嘅。咁頭先講過嗰啲梅納反應啊、焦糖反應啊，甚至乎再去到高啲温度嘅時候，去到例如攝氏220以上咧，那個咖啡豆成個 material 咧，那個種子咧，佢會變得更加深色啦，同埋一個所謂叫做熱裂解嘅反應啊 ，pyrolysis 啊。咁去到嗰啲位咧，嗰啲organic 嘅 substance 咧，其實有一部分咧就會化成二氧化碳，咁、就會揮發走咗嘅。咁即係去到最後咧，當你炒到最成熟嘅過程咧，個粒豆係會再輕咗，即係除咗縮水，除咗冇咗水分之外咧，佢係會再少咗。嘢，因為嗰個 CO2 嗰個流失，我可唔可以話係當係即係揮發走一啲我哋唔想要嘅味道，咁啊再加一啲焦糖嘅味道俾佢，就變成我哋而家咖啡嘅味道啦。咁你都可以咁講嘅，事實上咖啡豆裡面佢有上千種嘅 organic compound， 咁你係好唔好意思，阻咗你，我哋第三節翻嚟再繼續講咖啡。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咖啡 Free Cam By。 我們第二節尾開始講這個炒豆， Karen 就介紹了怎樣由青色的咖啡豆慢慢就變成了黑色，又多了很多不同的 flavor。 Karen 不好意思打斷你，請繼續。是，剛才一定是咖啡因的效果令我講到很快又停不到，很快 recap 一次，其實都是炒豆發生什麼事。其實就是一定是由低溫節慢慢就加熱到去高溫，剛才提都很快提過的，就是有梅納反應啊、焦糖反應啊，其實都是講緊個豆裏邊嗰啲有機嘅物質啦，咁例如就係一啲蛋白質啊，甚至乎一啲糖類啦，就會經歷過去到未到200度嘅攝氏200度嘅時之前咧，已經係可以經歷呢一個梅納反應啊，同埋嗰個焦糖反應啦，都係會變咗一啲深啡色嘅物質嚟嘅，就係、是、一大類嘅類黑色素嘅嘢咯，嚇係好多種唔同嘅樣嘅嘢嚟嘅，不過都係好深色嘅。咁但係當嗰個想要做一個再深度啲嘅烘焙嘅時候咧，就會係即係偏到好深啡黑色嗰啲情況。即係深度係即係焗耐啲或者高温啲？高温啲，同埋都需要耐少少，因為你個工序會慢慢加上去。即係嗰個 grill 嗰個炒豆機。係啦係啦，咁其實就會去到例如去到起碼攝氏220度嘅時候咧，就頭先提過一個叫熱裂解嘅過程，咁其實就係會令到頭先提過嗰啲梅納反應又好啊，焦糖反應又都好啊，都已經會有一啲香味釋出嚟㗎啦。咁但係首先就係個咖啡豆裏面其實會有上千種嘅物質，咁所以就係好睇嗰個炒豆嘅師傅嘅功架，即係都係憑經驗，其實佢去到炒到咩位就會俾到佢想要嘅香味啦。咁即係同一 set 豆唔同嘅炒法、唔同嘅温度，咁其實係可以令到隻咖啡出到嚟係唔同味。哦，咁一定係好唔同啦。咁嗰個熱裂解咧就係、是首先就更加熱啦，令到個豆會更加深色啦。與此同時咧，就係因為嗰個裂解嘅過程會釋出二氧化碳嘅，咁所以本身嗰啲有機物質咧就喺個豆裏邊就消失咗啦。因為其實經過 CO2 一個氣體咁樣飄走咗啦，咁樣咯。咁就係我感覺上啊，如果啲豆炒到咁深色啦，呢啲烘焙咁應該係比較苦啦。但係有時我都真係飲過啲咖啡咧，出到嚟咧嗰陣味係好似有啲果汁咁樣嘅喎。呢啲係應該係會淺度烘焙一啲嘅豆可以俾到你嘅香味咯。因為呢啲好多時可能有機會就係當即係烘到太深色啊，即係熱咗太耐嘅時候，呢啲好容易都會飄走咗啦。原來如此，咁好啦，我哋咧就有豆啦，有炒豆啦，咁我哋當我哋已經有一位好有經驗嘅咖啡師啦，將啲豆炒到我哋想要嘅程度啦。咁好啦，咁點樣會變成我哋嘅咖啡咧？斷估都唔係將佢就咁掉落去浸茶噶。咁平時買譬如有啲賣咖啡嘅地方，一包包嗰啲咖啡粉，即其實係點嚟嘅咧？一包包咖啡粉，即係你講係磨出嚟嗰啲，係咪即係將個豆磨碎咪得？磨碎佢就 OK 噶啦。其實你頭先話好唔係好似沖茶咁用水浸，其實你咁講又唔啱喎。因為其實你話沖煮咖啡咧，其實講緊同樣嘅過程，你用個化學角度睇，其實用個熱水浸住呢啲嘅植物嘅物質啦，一係就茶葉啦，一係咖啡豆，即係磨咗啦。咁其實都係一個用水浸住佢嘅過程。喺呢個過程咁。
溶得在水的東西會由個咖啡豆那裡慢慢滲出來，即越熱，其實越熱那些水分子越快就會撞了那些、咖啡粉或者豆上面那些化合物質出來的，所以為什麼你用、凍水沖茶去慢一點嘛，因為熱水它能量高一點，就震動得快一點，是的，即是現在來到這個位置就是變成磨粉之後跟著就可以沖水了，但是我見平時呢那些 coffee shop 那些人很複雜的，有些就可能打部機來整有些 espresso 出來，有些又可能在滴滴滴滴滴一大輪，有些就拿個很漂亮的金屬壺在倒來倒去，即其實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逼那些咖啡豆出到你要的味道的compound呢？你其實都是用水沖出來的，帶出那個化學的味道呢都是用水流過它，就希望將咖啡粉或者豆上面那些、有他們想要的分子帶出來，所以你說、冰滴啊或者是、用這個 Nespresso 機呢，其實同樣的原理想用一些東西沖它出來，但是就、那個咖啡的味道呢就是看下它那個水的流速有幾快，這個第一。第二就是看看它那個、粉，如果你磨它的時候你磨得、平平均會不會一大一小、因為就跟它那個水和那粒粉或者豆的接觸面積有關係的，你想像你接觸面積越大它就越多東西流出來，是不是？所以為什麼呢，就是說你流速流得慢呢，那就會水多一點時間跟那些咖啡粉接觸，所以就會說咖啡濃一點，即咖啡味就苦一點會是。如果那個水速、太快呢，流得太快的話呢，它就不夠時間跟咖啡粉去接觸的，所以它就會有些人就說、會酸一點，但酸一點我就不知道究竟是什麼物質啦、靠大家幾位說啦，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那個粉的大小呢都有關係的，如果你想像很大粒的，即是說它中間會有很多空位，有很多空位存在，即是水可以流得快，一樣道理。如果你說、磨得很 fine 很細粒的，那它就會填滿了空隙，所以就水就很難流過啦。但如果呢、我看過有研究發現呢，就是說如果那些粉呢、磨得不好的意思，就是說它又大又細呢都會令到那個咖啡味改變，因為呢就看看如果你兩粒大的中間那些細坑其實可以 feel 一些細的粉下去的，是的，所以就看看呢，如果你磨得不漂亮的話呢，你很難控制那個咖啡的味道，因為你不知道究竟它大細是夾啱唔啱 feel 落嗰啲中間嗰啲空隙嗰度。哦，即係睇嚟其實係一個唔單止係，即係炒豆嘅時候係一個化學嘅過程，沖咖啡嘅時候係一個物理嘅過程嚟嘅喎。可以咁講啊。我唔覺得真係 free can buy 啦。咁但我想問嘅問題就係咧，成日聽人講咧，啲咖啡咧有個 version 叫 decaf 嘅咖啡噶嘛。咁其實係咪就係沖嘅時候你沖少啲，係咪就會有少啲咖啡因啦？定係可以點樣做到㗎？其實就啲 study 咧都做了很多的，我見睇過很多 paper。咁其實你話用多啲水少啲水，即係其實講緊溝得淡濃淡問題，即係可能是口味問題。但你話脱因或者低因咖啡，其實就真係有很多不同的化學工序咧，係可以在個工廠嗰度咧就將嗰啲咖啡豆咖啡因咧就喺個豆度整走咗，先至去做佢哋啲 products 嘅。咁其中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其中兩種嘅處理方法啦。第一個例如係可以用一啲 organic solvent 去做一個萃取嘅方法。咁呢度嗰個圖嗰度咧，其實係例如首先咧第一步驟咧就係嗰啲青色嘅豆咧，即係未炒嘅豆咧，就用個熱水浸浸佢。咁浸嘅時候其實咪好似浸咖啡煮咖啡咁，其實佢乜嘢都會可以溶出嚟噶嘛。咁跟住原來咖啡因咧，我哋知道咧，佢係比較中意溶喺啲 organic solvents 嗰度嘅。咁所以咧，即係例如係啲咩，即係可以係啲 methyl acetates 啊嗰啲咁啊。最開初第一個人發明想做用 organic solvent 去做 decaffeination 咧，係用丙酰嘅，即係最開初嘅時候有毒嘅喎。係啊，咁所以即係後來好快就知道丙酰係 carcinogenic 啦，咁所以好快就揾咗第啲嘅有機溶劑去取代啦。咁頭先提到嗰個中間嘅過程咧，就係有個那個溜水上面就加了個 solvent， 其實呢如果大家高中有學嗰個 chem 嘅話就會有個叫做 liquid extraction 噶嘛。咁其實就是首先你就喺個熱水度由個咖啡豆就抽咗啲咖啡因出嚟啦。咁你中間過程咧就係將佢同嗰個 solvent 溝埋，咁你就會有一個交換嘅過程啦。咁啲咖啡因咧就會俾個 solvent 吸收到啦。咁剩翻嗰啲水咧，
咁佢咪可以放翻落去嗰個咖啡豆嗰度，就將佢僅餘本來即係除咗咖啡因之外，咁嗰啲咖啡豆嘅一啲味道或者其他嘅 compound 可能都落咗個水度嘛。咁你第三個步驟就係將脱咗咖啡因嘅水浸翻落個豆度，就務求個豆咧可以挽救翻少少本身嘅香味啊味道咁樣咯。哦，即係一次過浸曬出嚟，然之後就索翻啲味道入去，經過呢個過程之後咧，咁嗰個咖啡豆可能再蒸翻，用水蒸翻佢啊，然之後再做嗰個炒豆嗰個烘焙嘅過程，再做嗰個 product 咯。嚇，呢個就第一個嘅。即係專登整走啲咖啡因先，跟住再用剩翻冇咖啡因嗰啲豆，再沖出嚟一杯 decaf 啦。係啦，咁其實係咪可以話，因為冇過程可以淨係抽取咖啡因，唔抽取其他 compound， 所以啲水就要翻轉頭？係啊，因為其實我哋煮咖啡個過程就一定用水啊嘛，咁但係咖啡就係裏邊有好多物質就好溶喺水噶嘛，即係話除咗，因為我哋平時飲咖啡點解又話咁多唔同口味，其實就講緊你炒完豆之後，佢有好多你未必知道曬嘅 chemical compounds 都會溶得到落個水度噶嘛，咁所以你嗰個脱因嗰、那個脱咖啡因嗰個過程咧，就係、是、你喺中間要做一手腳，諗辦法由水嗰度整走個咖啡因，咁跟住咧就係、是、想挽救翻剩翻嘅味道，係啦係啦，咁咧佢又係其中一個嘅方法。其實脱到幾多度咧？其實如果你話要符合翻所謂普遍嗰個叫做低因嘅要求咧，咁其實都起碼會脱到97%嘅咖啡因，即係嗰個豆本身嘅含量嘅97%咯。哇！咁都差唔多，真係冇乜冇曬咁滯，但係又唔會完全冇曬咁樣。咁呢個頭先提過嗰個間接嗰個分離咖啡因方法，另一個方法咧就有個名好得意嘅，叫瑞士水嘅方法。瑞士水係咁，顧名思義咧就係、是、啲水叫瑞士水，定係一個瑞士喺瑞士呢個地方發明嘅。咁另一個好類近嘅脱咖啡因方法就叫做法國水添啊，其實真係就係、是、發明嗰個地方啦。咁瑞士水脱咖啡因嘅方法就係、是、首先就同頭先一樣啦，就係、是、首先咧你第一批豆青色嘅豆浸熱水浸咗出嚟之後咧。咁你會想像到水裏面就會有咖啡因同頭先我提過嘅味道啦。咁呢一個水咧就會拎走咗第一批嘅豆嘅。咁咧跟住就會經過一個嘅碳嘅過濾。咁呢個碳嘅活性碳嘅過濾咧，佢哋就能夠有個技術做到係 specifically 淨係抽走吸走咗個咖啡因。咁所以剩翻落嚟嗰個 result 咧，個水就會同埋本身由第一批嘅豆嗰個味道咧，就仲喺個水裏邊噶嘛。咁佢就會翻轉頭再去浸豆，但係呢個時候咧個豆咧會係下一批嘅豆，咁你就要想像一下啦，你下一批嘅豆即係新嘅豆啦，即係乜嘢都喺曬個豆裏邊噶。本來當你再浸呢一個處理過嘅水嘅時候，因為個水已經有咖啡豆嘅香味啊味道喺度，咁其實都係一啲 diffusion 嘅過程。咁即係話呢一批新嘅豆，佢因為周圍嘅水已經有味道啦嘛，即係話本身喺咖啡豆裏邊嘅嘢咧。除了咖啡因它就冇咁易 diffuse 出嚟啦，係啦，冇走咗咁多啦。咁呢個方法咧，就相信咧係會比頭先講嗰個 solvent extraction 咧係會保留到更加多咖啡嘅風味嘅。只不過呢個瑞士水嘅脱咖啡因方法咧，就會成本高好多啦。明白，即係話原來我哋係有方法利用呢個咖啡因嘅物理特性，而令到我哋做到一啲嘅脱咖啡因嘅咖啡啦。咁我哋講到嚟呢度，首先有咖啡豆啊、炒豆啊、沖咖啡等等啦。咁其實我都有個問題嘅，就係咧，其實我哋平時咧去啲 coffee shop 嗰度咧叫咖啡咧，佢哋成日都問我哋想要啲咩類型嘅咖啡。咁其實我應該要點樣答佢咧？你咪同佢講下你想要咩味道，怕唔怕苦？一定係你有咩 suggestion？ 因為我乜都唔識嘅。House blend 咯，因為大家講咗咁多咖啡話題，好，我哋第四節翻嚟繼續講。翻嚟最後一節嘅咖啡 free camber 啦，咁第三節尾嘅時候咧，我就問咗啲傻問題，就係、是、去到呢啲有好多精品嘅咖啡嘅 cafe 嘅時候，應該點樣叫啦？咁睇嚟都係要呢個品嚐同埋實踐中去學習下究竟邊只味啱自己啦。但係我又想問多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咧平時啦飲咖啡啦，成日聽人講我飲齋啡咁樣，即係乜都唔加啦。咁但係有人咧又中意加糖，有啲又會加埋奶，即係其實嗰個有啲咩分別咧？我唔加糖嘅，我中意苦啲啲嘅。
我都是齋啡朋友。加了糖的話，其實是不是只純粹一個味覺的分別？其實很多人加糖的原因呢，是因為想咖啡沒那麼苦啦，因為我們那個味覺跟糖和那個苦味去到我們的腦部的時候呢，其實我們有一個 perception 就是說，因為有個甜味，那個苦味的那個感覺就會相對地降低啦。但是最近也有一篇挺有趣的文章，我們又想講一下，就是它在這裡用一個分子模擬的方法去模擬，即電腦的方法，電腦是啦，電腦去模擬咖啡因、糖同埋水嘅三角關係。咁但係呢個咖啡因生物鹼啦，本身係一啲有苦味嘅嘢嘅。咁我哋 assume 咗，雖然係某部分嘅啫，咖啡嘅苦味係嚟自咖啡因，雖然都係得10%。咁但係咧，個咖啡因你要感覺到苦，佢要黐到上條脷嗰度啦。咁就係你溶喺水度有幾多 available 嘅咖啡因嘅分子。咁但係發覺如果你加咗糖嘅時候咧，頭先第三節啊 Kevin 都講過啦。咁因為其實咖啡因某程度上係有啲親，即呢啲排水性嘅，係啦，即係唔係話即係100%親水㗎啦。咁佢可能會黐埋啲同佢極性比較相近嘅嘢。其中一樣嘢咧就係糖。咁但其實糖你本身係好溶喺水嘅喎。咁呢個就係話所謂三角關係啦。糖就會同個咖啡咧去爭周圍嗰啲嘅水喺度拉拉扯扯嘅時候咧，啲咖啡咧就中意同自己咖啡因咧，唔係咖啡因就中意同隔離嘅咖啡因咧就搭埋一齊，佢哋會黐埋一嚿嘅。係啦，咁就浮嚟浮去，咖啡因第一個少咗啦。第二個就是原來，我可唔可以借用嗰個模型啊？當然可以啦。這個咖啡因咧，呢啲咁嘅圈圈咧，其實是有啲似糖嗰啲嘅圈圈嘅。糖就譬如好似葡萄糖咁，就六個卡路里黐埋嘅一個是一個五邊形嘅，但係五邊。sorry， 第六個是叉出嚟嘅，係 sorry 啊。嚟嘅，咁但係佢哋咧嗰個親和都有若干嘅親和力喺度，咁所以咧咖啡因又會同呢啲咁嘅糖咧就會黏在一起，咁又令到佢，因為你加了糖的關係啦，咁浮嚟浮去的咖啡咧又會再少啲嗱，但係呢個只是模擬嘅啫，但係都提供了一個幾得意嘅。而且佢集埋一起咧，佢表面積都細咗嘅。係啦，咁就即係冇咁容易去黏落個味蕾嗰啲嘅受體嗰度啦。咁所以都幾得意嘅呢樣嘢，可以分享一下咯。加奶又點咧？即係都係口味問題。加奶應該都係口味問題啦，不過有個很有趣的上年的新的研究呢，就是其實完全跟飲咖啡是沒有關係的，就是反而調翻轉有些研究員呢就擺一杯熱的奶在那裡，很熱的，咁就很快咁樣倒啲咖啡落去，咁咧佢喺側嗰個杯嘅側邊倒落去嘅，即係譬如呢個是奶啦，調翻轉咁呢個喺個邊嗰度好快咁樣沖啲咖啡落去，咁咧因為咧咖啡咧本身佢嗰、那個佢個密度咧應該係低過奶嘅，咁佢應該要浮嘅。係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喺個杯邊喎，咁即係佢散熱就快啲啦。咁佢啲熱咧就會流失咗去附近啦。咁因為佢衝落去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會向下沉啦，又一路流失，咁佢就會熱漲冷縮啊嘛。咁佢密度高咗又會向下沉，但係沉下嘅時候咧，因為佢沉到咁上下，同嗰啲奶嘅本身嗰啲熱奶嘅密度差唔多啦，咁佢就唔會再沉噶咯喎。咁佢咧就會向中間咁樣走。咁就搞混咗噶咯，系啦，咁就會上翻去。但係個好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唔係一杯成個咁樣嘅對流，佢係因為上到去咁上下咧，因為上邊嗰啲落緊嚟啊嘛，咁所以佢就形成咗好多層嘅對流啦。哦，係啦，咁都幾靚嘅喎畫面，係好靚嘅，佢有片嘅，係不過冇 show 到啦。咁係咪下次如果我想即係想搞混啲咖啡嘅時候，我又係攞個咖啡喺邊度咧？你係落咗奶先，咁就唔係太啱嘅。係啊，仲要係。但係佢純粹呢個嘅有用嘅方法就係佢喺呢個研究就可以咧有望咧用嚟apply 落去一啲就係用嚟 extract 呢啲化學物質嘅一啲方法度，就係由咖啡嗰度又攞到個靈感嘅。我相信個 researcher 都應該幾中意飲咖啡嘅，因為剩翻嗰杯嘢之後都應該係。你無啦啦自己喺度倒啲咖啡落去做乜嘢啫？得意喎，即係原來沖咖啡有物理知識可以得到出嚟。咁咧講咗咁耐話沖咖啡啊，我另外仲聽過一款咖啡咧個名又真係唔多開胃，但係聽過好貴喎，就係貓屎咖啡啊！我想問下大家其實係咩嚟嘅咧？聽人講話都幾殘忍嘅喎。這個聽過就是用啲，即係其實唔係淨係得呢一種，有好多動物嘅屎都攞嚟做咖啡。而家最貴嘅屎類咖啡咧，係象屎咖啡啊！原來係，即係原來有人象嚟。咁其實個原理其實都係一樣，總之係中間係一隻動物啦 ，whatever 佢係咩啦，就係、是、喂佢食一啲嘅人啦，人係啊，理論上可能人都得嘅，係就應該冇啲喂我食就應該冇啲咩低劣咖啡，係道德嘅問題，我自愿嘅係啦。咁但係我未講個 process 啊，咁其實食咖啡豆，因為咖啡本身除咗豆之外，外面有果實嘅，係生豆啊。
其實是果實嚟嘅，唔係豆，係果實啦。咁就係嗰啲動物食咗落去之後咧，消化咁，但係即係正如你食粒橙嗰粒核都唔會消化咗噶啦，就會出翻嚟啊嘛。係啦，佢哋係連核吞嘅。咁食完之後咧，就一啲半消化嘅果肉啦，或者係果肉消化盡咗，就剩翻粒核就排出嚟。咁就喺啲排泄物嗰度咧，就再可以揀翻嗰啲豆出嚟。再去沖咖啡，咁但係佢呢一樣嘢咧，就係點解咁矜貴咧？佢哋就話聲稱啦，咁即係當然有人試過啦，就係、是、個味道係好唔同，經過動物嘅消化道去處理。咁消化道有兩個處理啦，第一個就係佢哋有一啲叫做protease， 即係分解蛋白質嘅酶，咁佢就滲咗入去嗰啲，即係佢消化過程啦，亦都係同嗰個豆衣啊滲咗入啲豆入邊少少，將入邊嘅蛋白質分解咗，令到佢嘅味道根本上有啲改變。咁佢哋就聲稱咧，就有啲蛋白質係帶苦味嘅，咁樣就可以令到粒豆冇咁苦啦。咁第二就係落到去個腸道，咁你腸道有好多嘅微生物噶嘛，咁有一啲厭氧細菌係俾到一啲嘅酸味佢。咁我唔知呢啲嘅酸味係咪會再豐富咗咖啡豆入邊嗰種清新啊？但其實係飲緊佢腸道入邊嘅細菌喎。你唔好咁諗，個觀感就 fit 曬嘅啦，係啦。咁所以腸道細菌就個個都有嘅。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佢可能每種動物做出嚟嘅嘢唔同嘅，即係象。或者是頭先講嘅貓，或者係甚至我聽講嘅有狸貓、有馬騮，係啊，靈長類都有嘅，係啊，真係。咁差唔多要試我㗎啦，應該。靈長類有啲難接受啊。咁所以佢好似每種唔同嘅細菌即係或者嗰個 combination 出到嚟個味道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啦。不過點解咁貴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用翻個大象嘅例子啦。33 kg 嘅豆啦，我冇記錯嘅話，就只有做到1公斤嘅，個 loss 好大嘅，因為佢嗰個消化係你控制唔到嘅。係啊，佢有時會消化得多得滯啦，咁又或者消化唔夠啦，咁所以佢要揀豆當中嘅過程，你要掉咗好多豆。咁係咪要控制埋只象或者一隻狸貓食啲咩咁樣？係咯，夾硬逼佢食嘢啦，係咪？咁呢個就係為人詬病嘅地方啦，係啦，係啦，係啦。但係可唔可以用啲化學嘅反應？譬如我哋已經知道曬啲咩細菌，有啲咩化學物啊，個温度等等嘅嘢可以自己合食。其實得嘅，有商人咁樣做嘅。其實佢就係撈咯，撈菌，撈嗰啲嘅酵素。再加埋一個 bioreactor 咧，就模擬腸道蠕動喺度碌碌碌碌碌，跟住出到嚟嘅嘢，佢哋都話差唔多味道嘅啫喎。咁呢一個咪一個即係冇咁唔需要用養殖嘅辦法去做咯。明白，即係一個消費者多一個選擇啦。咁講埋呢個糞便咖啡之後咧，咁其實剩翻嘅時間咧就唔多啊。但係咧，我哋咧其實幾位主持咧準備嘅時候咧，都想同大家講一講關於咖啡嘅所謂嘅都市傳說啊。咁大家有冇啲嘢可以分享一下，譬如話成日都問哦，飲咖啡啲人成日都話你朝頭早飲啦，咁究竟空肚飲同埋飽肚飲其實有冇分別嘅咧？其實空肚有冇人唔可以空肚飲咖啡嘅？我成日都空肚飲咖啡，即空肚食早餐嗰啲，係咯，一早起身一定要空肚早餐飲咖啡咯。係啊，有啲人話空肚飲咖啡吸收啲啊嘛，有啲人話空肚飲咖啡係冇咁好啊。咁但係真係有人做過啲實驗嘅，咁但係發覺原來空肚同埋飽肚咧，對個咖啡嘅咖啡因吸收咧，其實冇乜大分別。但反而有啲人唔可以空肚飲咖啡嘅原因咧，係因為咖啡始終都係刺激啊。有啲有胃酸倒流啊、胃炎啊嗰啲人咧，胃痛啫，係咪嗰啲會？係啦，嗰啲有胃痛本身有啲問題嘅人咧，飲咗落去之後，啲胃酸突然間湧上嚟咧，就會好唔舒服。咁如果你飽肚嘅話，奶會唔會好啲？可能加咗奶有機會會好啲，但係最好嘅就係你本身有啲食物喺度咧，咁你就防止嗰啲胃酸倒流都係緊要。即係所謂晾一晾個胃咁。晾一晾個胃就得，同埋好似頭先咩時候飲咖啡啦，我最近都睇過篇文，即係都幾新嘅今年出嘅，幾得意嘅就係研究究竟係應該早餐前定早餐後飲咖啡嘅。哇，分到咁細，係啦，跟住我當然同個結論講咧，就係話早餐後飲咖啡好啲。咁因為咧，其實當然呢啲係個人習慣嚟嘅，即係睇下你去度邊一樣嘢究竟是怎樣為之好定不好，那他度的是什麼東西呢？就是我們早上起床吃完第一餐那個血糖控制，那大家都試過去驗身啦，空腹全晚喝杯糖水，看看那個血糖究竟是可以個胰島素可以處理血糖的能力有多高呢？他發覺原來早上你什麼都沒吃那班人，他還要找一班人是即係半夜係瞓得唔好嗰班人嘅，咁啊佢個比較 irritate 啲啦，係啦，咁嗰啲實驗者佢係每個鐘叫醒一次嘅，俾人好慘嘅。咁就係朝頭早起身咧，就俾杯咖啡佢飲先，咁然之後咧就飲糖水，另一杯就冇飲咖，另一班咧就冇飲到咖啡。發覺飲咗咖啡先嗰班人咧，個血糖控制嘅能力咧係低咗50%，係啦。咁即係會唔會係有關係咧？同咖啡個機制咁，如果係咁嘅話，咁食完
個早餐，等個血糖回復翻少少，先再飲咖啡就好啲咧。未食之前半杯，食完飲埋個半杯咯。關於呢樣嘢咧，仲有少少時間係想問一問大家，即係咖啡咧，大家成日都係飲噶嘛，但係聽講坊間有啲好誇張嘅另類療法咧，係攞咖啡嚟灌腸噶喎。即係咧，聲稱可以對好多疾病，譬如癌症嗰啲咧，都有辦法去醫嘅。咁其實有冇科學根據嘅咧？癌症咧同咖啡或者咖啡因嗰啲關係咧，其實一路都有好多 study 咧，都會話咖啡因或者飲咖啡嘅習慣咧，係會對健康有幫助。Kelvin 有冇得補充一下？係咪其實咖啡或者咖啡因深烤係話都幫手預防到，或者有啲？correlation 咧，令到嗰啲癌病或者其他病嘅風險係低啲。其實有好多即係回顧式嘅研究啦 ，retrospective study 啦，就係發覺有飲咖啡習慣嘅人咧，我冇記錯係好似係肝癌或者係乳癌嗰、那個成數係低少少嘅。咁但係當然啦，個原因大家都係好複雜。你知癌症本身已經係件好複雜嘅事啦。同埋你就係你做科學，你就係要分離出。唯一一個嘅變數，跟住先至可以去 conclude 話，就係因為呢個變數導致佢可以醫到癌症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人，你每一日平常食好多嘢啊，做好多其他嘅活動啊，都控制唔到佢噶嘛，你唔可以韞住佢，淨係逼佢飲咖啡噶嘛。咁所以其實你話證唔證明到咧，我覺得。即係個科學證據就唔係太強。同埋頭先個方法唯一嘅 comment 就係咖啡咁好飲，做咩要用呢一個方法咧？我覺得係飲落去會好好多喎。明白。咁我哋今集咧就由呢個咖啡因開始啦，講到點樣沖咖啡啦，然之後就講到咖啡同人類健康嘅關係啦，甚至係一啲關於咖啡嘅都市傳說嘅。咁啊，希望大家中意我哋今集嘅節目啦。咁下個禮拜繼續同大家真係好科學。